哇，对对对，一切不及亲眼所见啊！买铺能否一铺养三代？你拣掂喎，入咗嚟呢个鸭脷洲，今日多份报纸都有讲啦，教会真有钱，4200万买一铺，睇下间铺先。入到呢度，讲紧系鸭脷洲大街啦。如果你记得啦，一入嚟鸭脷洲就好大间嘅麦当劳就系呢个位置，但系丢空咗一段时间，就讲紧系地铺啦，连埋呢个嘅一楼就系一个教会买入。转个圈俾你望下环境先，呢个就鸭脷洲嘅入口位置啦。向住呢边咧，就讲紧系鸭脷洲呢个风之塔公园一边，嗰边就海旁啦。再入翻去就鸭脷洲嘅大街，嗰边就讲紧利东嘅港铁站入口位啦，都要行大概几分钟时间过去。今次就讲起系旧麦当劳嘅位置，地铺连埋呢个嘅一楼。报纸报道鸭脷洲大街就4200万固守啊，教会承接系要嚟自用嘅。exact 地址系鸭脷洲大街165至167号乐景大厦地下 C2 同埋 D 铺，建筑面积系1000尺，地下加埋一楼就系4152尺，合共5142尺，同埋有埋大厦嘅外墙嘅权啦。用4200万计咧，就8168蚊平均嘅尺价啦。买家就系呢个中华基督教礼贤会香港区会。望望成栋嘅大厦先，呢度咧就原本系麦当劳承租多年嘅，就8万蚊啊，就系交吉。咁啊，用8万蚊去计翻呢个4200万，回报得个2.3厘，就够晒低啊！就系教会真有钱啊呢度。另外呢个都有讲起教会咧，最近都买咗好多嘅铺啊，就未必系呢一间啦，但系其他教会嘅时候都讲起，就系易经旗下嘅商场啊、石门嗰度啊，又或者系最瞩目嘅就系北角英皇道嗰个嘅新光戏院嘅现址咧，就系 Island ECC 用7.5亿曾经系买96000尺，平均尺价7800蚊嘅啫。好嗱，望下呢度就讲系鸭脷洲大街啦，呢一度咧。粤海街啦，转翻过嚟公园啦，海旁啦，呢个位置就超静噶啦，超静，即系教会先至会买。侧边就鸭脷洲嘅诊所，再影多次神龙大厦，唔敢乱俾分，买得自用嘅教会计得掂数啦。你问我就极度唔平，但系最紧要有人买。各位业主、各位买家啦，买铺租铺记住搵咯，盛汇生活基金创办李根兴。记住买铺唔使烦，喺香港就可以找我哋公司同事务啦。收你5% 嘅租值嘅时候，就维修保养啊、租客啊，所有问题嘅时候，我哋帮你处理埋啊。多谢，拜拜。